有请青年事务局的局长严卫慈严局长，有请。我是严局长。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局长，我叫严卫慈。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俊豪议员一起见证我们Battle in桃园已经第五年。那我这边想要先借用大家的掌声哦，这个活动可以持续办五年，然后在我们桃园持续的扎根经营我们街头文化。我们第一个掌声是不是先给我们 TC 舞团哦，先给我们的小龙老师一个掌声，贺丽老师好不好？那接下来是这一次也很特别，就是刚才我们彭俊豪好歌手说，今天不是只有这个 break 舞蹈的呈现，好、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邀集了有花式篮球，好、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滑板运动。那这个滑板运动跟花式篮球，还有我们的 breaking， 我们也邀请到不是只有桃园在地的伙伴一起来参与哦。我听说今天也有从宜兰来，好、哦，台湾各地来，是不是我们第二个掌声也给我们这个花板协会，我们强哥也在场，好、哦，那我们花式篮球这个球魁在后面，好不好？第二个掌声先给我们一起这么多的伙伴共同响应第五届的棒球与超越。那我们市政府桃园市青年局，那跟我们豪哥为什么常年投入哦？那其实目的没有别的，很单纯是希望可以让街头文化可以在桃园有自己成长展现的空间跟机会。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活动的推广，不是只有让深爱这样文化的年轻有展现的空间，而是让更多市民朋友也可以了解参与，进而欣赏喜爱这样子的街头文化。所以我们第三个掌声献给自己好不好？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未来一起来推动我们的街头文化的表演，那就希望今天活动大家圆满顺利，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局长给所有现场的参赛者及观众的勉励。好，